法将您的孩子当作自己子弟来栽培绝对不是口号。奥法培训出来的学生除了有扎实的基础，更能举一反三，自我学习。奥法学生除了轻松取得 AP 五分，更能面对大学高难度科系的挑战。独特有效的 SAT 解题技巧，短时间能进步350到600分，初次应考80%以上，超过2100分。奥法的课程及升学规划能帮助孩子找到目标，锁定热门科系。